嗨，露露，阿萨利卡蒂尼，多纳2015，阿米哈扎恩，多纳萨卡兹在阿弗拉森，伊拉多纳卡兹在亚努纳里布伊因伊里布因，阿米哈伊阿巴迪任多纳海岸管理法哈内，萨图多纳登的森多纳蒂内巴萨瓦里阿萨利卡噶阿米达拉，多纳马蒂内阿里克兹，那内伊蒂尼乌萨登纳阿米达多纳吉拉夫埃蒂内阿巴达鲁，萨巴迪任多马尼蒂尼多纳卡卡兰，罗马萨图，吉达萨蒂内马鲁埃阿萨利卡噶，蒙阿勒夫邦在。Umisa uya itu nari hari ini kami kita lu tu footing, anu mitzikiu, anu ramai ko orang pun minta, anu ini anu pati ringan tu ko nari kes mata terung ayah hani, mangga ayah hani ko sari gaga dan iriar, anu mitzikiu, anu footing.禁止的话，禁止说啊，不能去抓的话，这些原住民的话，因为那个冰箱又不能用了，所以他日常生活又要改变了，所以现在的那个年轻人大部分有的都往外流，就是这种情况，说啊，家里没有办法说维持这样的生活，然后要换环境，所有的么的等下对啊好，啊那没屋顶的，啊加干哦。 根据原住民的基本法，都有一些相关的规定。 Anini amhitzaan tuna sakatzai afular ira tuna lahcian tuna ribu inga patireng unna haian guanifa arikut ira tu guna pidoduan mita amilama tuna salawatzan tuna riar usapitena tuna cilafungai sarigaka apatireng tumaan tini salawatzan tuna riar jika ukatalan zaman tuna sarigaka anu apatireng tu guna arikut mang ayho hanitani riar mifuting kecil amilamai。全部生态保育的话，就没有地方去哪吃哪些海菜啦，什么都没有办法去哪，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那个困扰。因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往哪里去啊？也没有菜可以拿，就待在家里就好了。啊，一些像那些村民部落的那个老人都这样想，我们吃不到了，没有了，哎。 啊，可是这种东西，如果生态保育是很好啦，可是也是要让原住民说啊有适度的去哪，不，但因为我们也不去担心说去哪那些哪多不会，绝对不会。华东东海岸。伊拉都古纳比布拉，只努纳里布伊因，阿巴卡法纳都纳巴卡尼，爱在都纳海岸法哈纳纳阿里格斯。 Orang meraputai itu ni tu nukasa fina cacing anyaru, mata itu ni minta masa pancahai apa luar tu nasa cepur, atau mifuting, anu mizkiu, anu mizlamai, nana irahu kuna kafana anu sarikaka tu narikut. 主要的这次海岸管理法涉及到原住民族比较明文规定的哈，其中是第七条，就是海岸地区的规划管理的那个原则。 特别增加在第八款了，保存原住民族传统智慧，保护滨海陆地传统聚落纹理，以及文化遗址及庆典仪式的一个活动空间了。本来如果没有这个第七条的第八款，它就要完全要按照一级保护区应该要怎么样的限制。 二级保护区就应该要怎么样的限制，本来完全要照这个来，但是因为有这个第七条的第八款，你规划的原则，你管理的原则，必须要去尊重这个部分，必须去考量这个。
这个原住民的特殊的特有的这些文化的部分。其实就可以在这个海岸保护计划这个相容使用，以及这个另外一个海岸防护计划在第十五条，它也有一个相容使用，哦，大概就把这两个相容，就是属于原住民传统那种，不管是如何各种不同的渔猎的方式呢，哦，或者在沙滩我们讲滨海陆地的那种利用的方式呢，都把它写进去这个相容使用方式，它就可以受到保障。那这是政府应该要去做要如何保障的问题。Rumah satu ira tu guna pangiha no nama panah air tu riket asari kaka tu sifu. Nenai hapi naga narai tini ku kasa sofa sofa no kasa nyaru. Rumah satu ira guna piro maku sunu sari kaka tu nasim siman tu nasemak. Sarakan narai tini pa hapi nang tu nasa uya no sari kaka itini tu nasa lawatan no nariar. Amaraput itini tu nasim siman nara tayar. 主管机关执行这个案件的公务人员，其实在调查过程中真的是要比较仔细的。到各个部落、各个海边要再重新调查清楚，不能在办公室纸上作业。那第二个，因为这个都会有一些公开展览啊，接受民众陈情的意见。那我们呼吁说，住在这种可能是在海岸地区的原住民部落啊，遇到公展的时候呢，可能要找一些比较部落的青年，或者说原住民那种权益的团体啊，结合他们团体，也要主动的把自己部落里。你个伊拉古那比利在努萨里嘎嘎，巴提人安都都那海岸法，阿玛提亚都阿瑶都那巴提人安都那延吉法，阿瓦古那布兹，阿瓦古那比拉玛尼拉都萨鲁木成努萨里嘎嘎，玛提亚尼尼伊拉都古那巴提人安努那吉拉峰埃蒂尼都那萨拉瓦赞努那里亚，就像当初立那个延吉法的时候一样啊，二十条、二十一条的时候，好像也都没有经过部落的同意就开发了这些，所以。有时候就会觉得你立了这个法案，好像对族人的那个权利好像也没有落实到。我各位乡亲，你们所作所为啊，并不在所的。他们要开发，有没有跟部落的人，就是面对面沟通？加之你们先尊重部落，我们部落一定会尊重你。比较期待会商的对象，应该是要像海岸法第十六条这样，应该是要跟当地的原住民族，这样可能会更好。那但是像法条这样子的规定啊，那或许我们未来可以在施行细则再做一些建议。实际上可能要需要互动受影响的是当地的原住民族，而不是这些民间的专家学者啦，原民会的代表。可能因为这些没有在当地生活看问题，或纵管他是具有多大的善意或者多深的研究，但是可能跟当地实际的需求还是可能会有一些距离。在那遥远的东海岸，天空洒下金色的阳光，山脉，那清澈的太平洋，还有令人难忘的三元湾，不是美丽湾，在那遥远的东海岸。如果我们跟大自然有一点和谐的关系的话，我们更应该去爱护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这片土地。东海岸是一个我们应该要去努力去维护的，因为我还是觉得东海岸还是要最好的开发的方式还是保持它原来的样子。马登伊拉伊多尼米达伊蒂尼古拉利恩达根纳霍尼沃达伊古里梅拉努萨里嘎嘎伊蒂尼杜古巴蒂仁恩阿米嫩嫩阿罗南拉古纳巴蒂仁恩蒂尼杜纳萨拉瓦赞努里亚。Ali hai itu ni tu napa sawali o sufar numita uma pala hai itu. Anu licain itu ni guna citur lungai. Itu ni tu na sufar numita atau bagian itu ni tu na salah lawatan nunarir wahu uma patirin guna mata turu ngai a rikut. Mati dia bagian itu ni tu na cantong liu numita itu ni tu na salah lawatan wahu anini malah cik guna lemak. Saat ini anu turu numita tu na patirin guna yang cifa.
都是个都是不如阿拉个啥个自在啊，自然。阿我个不是阿啥里个个马边那个农民党，三年里伊拉都个达拉说，我那里边个达呢，阿那马巴地人好个那海岸法，把个爱好阿马拉马个那沙拉拉瓦在农民党阿身上，你个你安在个那达拉农民党阿啥里个个在呀？那法罗族阿那不隆阿啥里个个，那那马巴地人阿马拉吉农民党个那土海法伊滴呀。Jika rencana tidak meliwan apa tirangan api salamaan, tini tu nak ruwi sana pasawali lihai tu nak hargani tini apa tirang tu nak salamaan, mati ay tini tu nak minsu, ni kuna soalan usari gaga. Ia matoru ay tini api salamaan tini tu nak bisirian, anu soalan tu nak salawatan, satu uniaru ay asuda. Cima hani kuna mihai ay hakuwa apa tirang kuna cilapungai tini tu nak kamaruan, ni kuna rumucan usari gaga.而财团，你们虽然买得起政府对你们的信任，但是你买不起我们对土地的感情，也买不起我们的海洋，买不起我们对海洋的记忆。在二十六、二十七年前就已经开始动工，现在就盖了一个跨海大桥。那现在临近的一个开发就是在基辉的那个宝胜，对，然后在高台部落有一个叫做六福的计划，然后。在织田那边有一个满地夫，是这样子的一个 BOT 的工程。因为现在部落的人也是说，都会有一个声音是说，为什么我们的部落的青年都在阻止开发？因为他们自己的孩子想要回来，但是都被我们这群人挡下来的意思。但是我们的宗旨是说，我们不是在阻止开发，我们是在阻止就是不当的开发。如果你的开发对这个部对这个社区是在消耗我们的资源，或是对我们没有利益的话，这开发不如不要。就海岸线有几个，就是近几年来比较知名的景点，像是可能如果台东市区，或是三永湾那边，或是都兰啊，然后像三仙台啊，就这些就是原本很比较单纯的村庄，它因为就是观光之名之后，反而农地附近农地就开始被炒作，因为很多人就想要来乡下圆个田园梦或什么的，可是可能事后不如他的想象，所以又离开。那这些土地一直被转手买卖，价格就变高了。我们的冰箱，这个是我们的菜园，我们的仓库。可是现在你们看到有六七个开发在这里，把我们的菜园破坏掉，把我们的冰箱也破坏掉了。这是我们的生活领域。ini tu nak pasal ni, ada hai tu guna masih saya ini minta asufa lah. Ansuri ngan minta mi happy nang, ini tu nak salah wajan nariar asufa minta, tu ke awak tu nak sapi lama minta arikat.Taraan ini awahu kuna happy one ini tu nutu as nalah cian nara tayar. Anu duduk anda minta ini tu nata tapangan arikus, nanti ini tu nato sabru esau sekat secai aselang. Awak kuna put awak kuna ramaan ningra. Ningga baca off nuna lipu iing kita nem. Ikur anu mapati reng tu kuna hai amfa arikus, aira tu kuna mami lama tu nasa lawatan asufar numita nuna riar arikus. 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也就是说。原基法二十一条还没有办法落实适用，因此我特别在审查的时候增加了几个文字。部落就增加部落及其毗邻的土地，所以你部落被限制使用，或是毗邻的部落旁边的毗邻的土地被限制使用，那你就必须要跟原住民族諮商，要经过部落的同意。这样海岸管理法现在公布施行，那现在所有的部落就可以直接受到这个海岸管理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能够諮商，能够经过原住民部落的同意，就不会影响很大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整个发展或是整个利用。我能弄那么烦恼爱多里格阿萨里嘎嘎。Anu lah cik anu minta guna tayar, pati rangan lu guna tu hai wa iti ya. Anu leng tak unna hai amfa, cahu ke ramah nirai dini kusufar anu nyaru. Amal cik tu kini ma pati rang guna tu hai wa, tak mangga ayat unu minta nai dini tu nariar, tangga sa iti ni ilutup, nasalawa janu na alu, yang nutu as unu minta asuta, mamin ma pati kulu ku nyaru. 其实要彻底解决原住民的困境，当然
那个土海法还是要整个让它通过，通过之后就把已经调查了差不多的那种传统林放要去做正式的公告，这是最彻底解决的。因为原住民存在的地区东部当然有靠海的原住民族，但是我们在中央山脉东两边其实有更多这种靠山的，这样才能彻底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至少对原住民居住的范围跟他们这些祭典仪式所在很清楚范围呢，至少不会再让地方政府割去 BOT 要盖旅馆饭店或做其他的那种展场什么使用，至少韩法可以先做到这一部分。东海有个梦，那就是天空下浪花可以滚动，破碎淹没，不断的前进后退，东海有个梦，那就是在风中，海平洋吹来的风声，飘荡着蓝色的衣裳，太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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